先生讲一下您的情况。我有一不太好的毛病啊，痛风。痛风，然后就是疼的时候，这个外脚面，从这儿到这个这一段经常疼，然后现在有点不舒服，现在就不舒服，对，怎么疼？现在。怎么疼？犯的时候是那种针扎的那种疼，现在可能是，如果要这么正常走的话，什么感觉都没有，就是，但是如果要用力的话，外脚面往地下用力的话，这儿就会感觉很疼。那您这样痛多久？七八年了吧。七八年了。那显然这个也不是组织受损，属于他处经伤。是因为他也不是二十四小时在痛，因为他是固定一个姿势才会痛。才会痛，对。那也就是这七八年来，他一直没有找到对的方法。对，也没有找到大开关的。那接下来张医师，是不是我们给他试一下？好，我们可以这个部位。好，这个部位。对，这个部位。那这个就是对，但是烫。那没烫对地，应该这儿也对温灸，应该是想烫大的，结果烫歪了，把这儿给烫破了。是哈，这是最近烫的吗？一个多星期了吧。一个多星期哈。那这很显然就是哪里痛处理哪里，那哪里痛处理哪里也不会好，对不对？不好哈，这就是这个，也就是每个患者都用他的身体来告诉我们答案，什么能做，什么不能做。他烫到哪里痛，温灸哪里，哪里就不会好。那我们显然不能照这样做，也就是很多人痛这里贴药布，也很可能产生跟他的问题一样，就是贴到引子去，那这样也没有什么效果。那你现在最疼的就是这里。对，这个好。那这个位置它就是我说的感觉痛，哪里感觉痛就是不能处理，表示这里绝对是正常的组织。那他的问题要往上找，很显然一定是在脚踝。那我们现在做给大家看，这一点是不是很疼？挺疼的，挺疼的哈。这里也疼是吗？疼，这个疼哈。啊，这里疼吗？疼。这里也疼。那，这里呢？好一点。这里好一点，所以他的疼就在这一段。好，稍微忍一下。啊，每一个点一般差不多5-6秒。这一点也会疼吗？也疼。那下面这一点就不会了。从这里，对不对？从这一点也在疼。也就是它的疼点是从这一点、这一点、这一点、这里、这一段都在疼，它这一段就是管理这一面，所以这里疼，我们只要把这里这一段把它揉开啊，那么它的疼就会改善。好了，那我们再帮它舒缓一下，好，这样可以接受吗？啊，这样。舒缓应该蛮舒服的。这样筋有没有比较舒服？现在挺舒服的。现在挺舒服的。好，那现在哈，您先别穿鞋子，您再走走看。再走走看。看比较前，坐的前跟坐的后。走一走看，轻松不少。轻松大概有几成感觉，再走走。还是有一点，但是比刚才轻松不少，轻松有一半左右吧。一半。现在疼哪里？还是这儿疼。啊，这儿疼。好，你能不能再忍受一下？我稍微再帮你按一下，好不好？我其实刚刚用的是左手，左手我比较没力，因为我看他很疼，舍不得用太大力，但是他已经很痛，那所以我们找到的开关都是一个痛点。那这里很疼是吧？这里，感觉这里，这儿，这样我知道。好，那显然这一个点还没有揉开，它是中间这个点没有揉开。
可以。可以了。张老师手下留情。因为我刚刚因为看他很疼，所以舍不得用力。真的是很疼。他真的有问题，所以特别疼。那如果没有病，我按这里给大家看，你看这里会不会疼？不疼。这已经很大的力气，但是我也跟刚刚一样，那个力道是一模一样，但是这个就不疼，对不对？不疼。哎，各位有没有注意？如果他没有病，我即使这么大力按，他一样不疼。对。但是有病，你看我这样下去，所以这个就很明确。所以有病他才会痛，没有病一般是不会痛的。是这样。那我左手没有力，我一般在工作的时候都是用右手，但是我只有今天我处理它只是用我左手没有力的手去处理它，但是它感觉得到我这样轻轻的按它已经流汗了，也感觉很痛了。好，那您再下来看看，走走看，现在那个感觉是不是又比较松，又轻松不少，又轻松不少啊，比刚才要轻松多了。你自己说一下，比刚才轻松多了。实力实践都不怎么疼了，就有点木。好，大家掌声感谢一下张医师。